小姐早安。好黑啊、哦，早安。现在是早上6:30。我们赶快去游泳。好 ，Go。你看我头发，乌漆嘛黑的。耶耶！我们在顶楼的无边界游泳池，第一次泡无边际的，觉得还不错。好，上来顶楼一定要戴墨镜，因为这边太阳超大，然后风景真的是超棒的。我跟你说，就算不睡觉上来也值得，真的。但是我眼睛快瞎了，所以上来一定真的要戴墨镜，因为太阳真的很大，都睁不开眼睛。带大家看一下这边的风景，然后大家记得擦防晒，虽然我没有擦，但是记得擦防晒。这间旅店的 CP 值真的超级高，我觉得光是这个游泳池就值得了，然后还附早餐，待会再拍给你们看，真的很便宜耶，还自己带那个喇叭来这边播，就是怕拍安超棒，我特别喜欢这个无边际泳池，有多棒？我给9.5颗星。9.5颗星，对，都没有进步空间了吗？0.5可以进步啊。0.5，有些地方还没有用好啦，像比如说电梯啊，因为这无边际真的太棒了，因为我没有泡过无边际的泳池，所以这是第一。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电梯，所以价格非常的优惠，高一点。但是我觉得应该也不到哪里去。然后他这间老板总共有开3间民宿，我们这间是第三馆，然后这间叫皮亚诺。哦，皮亚诺。对，这间叫皮亚诺旅店。有吗？哦，眼睛要瞎了。好。很好拍出网美照哎，对吧？没有错。我的脚滑掉，刮到好痛哦，超痛的。大家注意安全哦。玩累了，还有休息区可以躺。这个然后夸奖一下，它这里旅店用的是法国米玛的洗发沐浴露，它就是从头可以洗到身体。它重点是真的非常的香，非常的好洗，而且洗起来不会有干涩的感觉，觉得非常的棒。你看我们的早餐看起来太棒了吧，美味丰盛哎！奶酪，而且还有水果，然后还有蛋，还有肉，真的是非常营养。还有附豆浆跟奶茶，特搞的，棒的！而且我最喜欢的奶酪，然后还有好吃的水果，营养的一天就从美好的早餐开始，耶、！他们的马芬堡超级好吃，就是外酥内软，然后不会太干。对啊，真的蛮好吃的。他们这边的奶茶，我一开始以为是奶精的，结果我刚刚看到就是店员那个补奶茶的时候，它是现煮的红茶，然后加上士多的牛奶，所以就这样很健康。